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第四段，名首出广共三昧门，第四首偈看起。十方所有诸妙物，应可奉献无上尊，掌中譬喻无不备，菩提树前持供佛。无上尊就是佛啊，这个地方这一首偈是讲以种种妙物啊，十方所有的供养佛。这个时节因缘呢也非常的殊胜，再过几天呢我们的农历年就到了，佛弟子在这个大的节日啊，都欢欢喜喜的供养三宝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借这个经文这个机会啊，也跟这段经文完全相应来讲啊，供养布施啊，供养呢是对上对父母，对尊长，对老师用供养啊，对平辈，对晚辈，对一般人就是布施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啊。差别呢，差别在恭敬心。凡夫嘛，总有分别心嘛啊，所以这个大乘教里面佛讲啊，布施供养，讲到究竟处，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只有供养没有布施啊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普贤菩萨眼目当中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所以九法界众生即使是畜生、蚊虫、蚂蚁、恶鬼、地狱啊，他只是啊迷摄自信，染着不善的习气，轻重不一样啊，不善习气轻一点他就上升人天，重一点呢就是三途，最重的阿鼻地狱啊。那么讲染着是随顺世间人讲的，实际上有没有染着呢？没有啊。我们做这个凡圣迷雾是一途，诸位总要记住啊，记住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真实法啊，这个真实法我们凡夫见不到，佛与化身菩萨他们清楚啊，真实法呢确实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，现在还是佛啊，佛决定没有变，可是你凡夫啊会变，那什么假的会变的，真的不会变的，这真经啊啊，我们用真经造一尊佛像的真佛啊，这真的真经佛啊，哪一天呢
不喜欢佛像呢，把它造一个艺术品，造个小猫的像，小狗的像，像不一样了，那个经有没有变呢？没有变呢，还是真经啊。我们认的是真经是佛，变成什么样子它还是真经啊，这法性没有变呢。会变的是外面的法相啊。你要是认识清楚了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怕的是什么呢？你认识不见，迷了啊。所以就是讲你没看破嘛，迷了啊。就我们用这三个颜色啊，代表妄想分别之处啊。凡夫呢，这三种通通有啊。这就是经常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迷了，你失掉了啊。那么你妄想执着爱不爱死呢？不爱死啊。我们讲这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是佛说的啊。我们把我们的自身比作法性啊，智慧德能向好呢，我们这个法身以及山河大地，我们的环境，它有没有障碍？没有啊。既没有障碍法性啊，也没有障碍法身，更没有障碍法相啊。那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有困难。这个困难是就是这个东西没放下，这个东西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啊。它是什么呢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是个错误抽象的意念。你不知道，你决定受它的害，在六道轮回，在九法界流转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，放下了啊。前面跟诸位讲过很多次了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，你表演这一套吗？啊，你看他19岁出去参学啊，学了12年，学到30岁，把印度所有那些专家学者啊，他都见过啊。这一些在佛经里面讲的是96种外道，这个外道不是骂人的啊，用现在的话呢，就是96种宗教跟这个学者啊，他都参访过，真的也很了不起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，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找不到，中国也不如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这些人呢都修定啊，佛经讲的世间禅定4禅8定，其中真的有一些人达到第8定。第八定呢，他能够看到非想非非非想出天，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狱，也就是说在定中啊，把六道里面的这个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，他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都接触到啊，可是最后有几个问题不能解决。那释迦牟尼佛问了，六道是怎么来的？没人知道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不晓得。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也没有人知道。啊，佛说这个不究竟呢。
十二年参学，心外求法，所以一律称之为外道。我们学佛，如果也是心外求法，那还是外道。啊，这个我们通常讲叫门内外，佛门里面的外道。啊，所以佛法叫内学，从哪里学？从你真心本性里面求学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那么不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心外求法不能解决问题啊！这释迦牟尼佛才到恒河边上那个大树底下去打坐，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啊，不能解决问题嘛，统统放下。这一放下呢，就是等于说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了，这一下放下了，一下放下本来面目现前了啊，那是自己的啊，就是如来智慧德相现前啊，这佛教给我们的。可是这一桩事情啊，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真难啊，几个人能做到？啊，这什么叫顿悟啊？一下就放下了。啊，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做不到佛有方便。哎，你慢慢的放。啊，你先呢，把执着放掉，执着没有了，啊，执着没有了啊，啊，这就烦恼就轻了。这叫阿罗汉。再叫阿罗汉呢，你把你的分别也放掉。这分别呢，我们蓝色代表分别啊，分别没有了，这就是妄想。这是什么？菩萨。菩萨有妄想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最后啊，再叫菩萨把妄想也放下，这本来面目现前了，本来面目就叫做佛啊。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么佛学不要向外学，向外学学不到啊！啊，佛学到哪里学呢？佛学就是学放下，没有别的，放下就是。啊，所以那个十二年所学的，你看我们禅宗里面有参学，真的大彻大悟之后，他说了两句话。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啊，从前穿草鞋，如果穿铁鞋，铁鞋都踏破了，找不到，无觅处啊！啊，得来全部费功夫，一下开悟的时候，原来一点都不费功夫，啊！释迦牟尼佛十二年去苦学，那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菩提树下彻底放下，一下就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得来全部费功夫。啊，这世尊给我们实现的，也许是他还不学了十二年。好，有一个人实现了，不要学十二年。中国的慧能大师，这禅宗六祖。出现在广东啊！啊，他的实现直截了当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是个砍柴的樵夫啊。偶尔听到人念经，哎，听了之后很有味道啊，就向念经的人请教：“你念的是什么？”啊，我听的很有受用。啊，这个听经的人听他听六祖讲的几句话很不平凡，知道这个人了不起，就劝他：“你到五祖那里去，啊，到那边去跟他学，你一定会成就。”啊，你看到
啊，他好难得了，他家里和老母亲啊需要靠他养啊，啊，难得这一个，这一位先生，啊，念经的这个人，拿了10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。那我们大家照顾你的老母亲，你放心，你去学。啊，到了黄梅，黄梅8个月，学什么？禅堂没去过，讲堂也没去过，在道场做义工，啊，五祖把他分配到厨房，在厨房里面破柴、舂米、干苦活，干了8个月。哎，其实五祖那是个高人，那是这时候也是一尊佛啊，不是普通人，一看就知道。啊，从南方来的，啊，北方人对南方还歧视，蛮子，啊，瞧不起，歧视，啊，如果这个法传给他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服气，啊，所以安排他到对方，做8个月，也是什么呢？磨练他，忍辱波罗蜜啊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不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吗？啊，你确实是有超人的这个智慧德能，叫你到厨房做苦工，你能不能忍？慧能大师非常欢喜啊，啊，接受这个差事。人小，他个子很矮，身体很轻，他对呀要分量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找个大石头绑在身上。啊，增加重量来弹对，啊，来冲米，啊，传法的时候给他半夜3更，啊，这个故事不必细讲了，这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啊。啊，那么我们想想看，3更到方丈时，老和尚在等他，啊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那不是细讲。提纲挈领讲大意，啊，讲不到1/3，诸位要知道，《金刚经》只有5000字，大概只讲了1000多字，不到2000字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彻悟了，就彻底了，啊，说了5句：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。啊，何其自信啊，能生万法。五祖一听，印证行了，后头不要讲了，全通了。啊，这说明什么？彻底放下了。啊，就给这3个：释迦牟尼佛放下成佛，六祖放下也成佛了。六祖的放下跟释迦牟尼佛的放下，这个境界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放下之后就开始教学，啊，讲经教学49年。慧能大师放下就成佛了，语言不成熟，嫉妒障碍啊，大家不服啊，啊，不服怎么样呢？把他找来杀掉他，把衣钵抢回来。他跑到猎人队里去避难了，避了15年。啊，15年时间长了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慢慢就淡化了。啊，他冒出来了。啊，他得一钵那一年传法了呢，24岁。啊，也符合中国人古人所讲的标准。弘法立身应该在什么时候呢？40以后。啊，我当年在李老师麾下学经教，老师就是告诉我，啊，40岁之前不可以出去。
啊，学讲经是在家里学啊。那么他的这个家里啊，一个是慈光图书馆老师办的，一个台中联社，这两个地方啊，这是自己的道场，在自己家里讲可以，不可以出去。这老师的苦心啊，啊，四十岁之前呢，信心不坚固啊，怕一接触外面的时候啊，就动摇了，就堕落了。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。不是，你一出去讲经，如果法缘很好，名闻利养全来了，你的心马上就变掉了。本来是个菩萨心，到最后堕落了。啊，你们也就度众生呢，被众生度跑掉了。多，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，所以老师限制四十岁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同学个个都遵守啊。啊，没有过四十岁，不可以离开自己的道场，啊，接受别人邀请不可以，这老师不答应。啊，那么慧能当然没有问题，啊，也是给我们实习，得一波之后，也要隐居啊，隐藏15年，嗯，差不多也是40出头出来了，啊，24加上15，啊，所以也是40岁。出来，啊，那么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懂，啊，即使自己有这个能力，那就慧能大师，啊，他不会动摇的，他是大彻大悟啊，做给后人看呐，啊，这就是大慈大悲呀，啊，做给后人看什么？一个是自己有耐心。能够忍受你啊，真是金刚经什么一切法得成于人嘛，啊，这个15年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啊，那是一尊佛了，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，彻底觉悟的比等觉菩萨还高一级啊。在猎人对你干什么呢？替他们烧饭啊，那他们每天打猎都是吃的是动物啊，啊，他自己吃素啊，还要烧这些肉食东西供养这些猎人，你说这是什么日子啊？所以他老人家说拿着菜放在这个锅旁边的时候煮熟，他吃肉边菜啊，他有悲心，看到动物受伤，那个伤不很严重，他偷偷把它放掉啊，过这样的日子啊，真是委屈到极处啊，人受那么多年啊，为的是什么？传法续佛慧命弘法利生，什么样的苦都能受，什么样的羞辱都能够接受啊，这是慧能大师大慈大悲啊，为我们做实现。我们读坛经啊，要知道感恩啊，要知道学习啊！如果我们稍稍一点点都不能够忍受了，怎么可能成就？自己不能得度啊，怎么能度别人？啊，所以这是到年节的时候啊，这个一年的大日子。
佛弟子，没有一个不欢欢喜喜的供佛、供法、供僧啊。那么在形式上呢，供佛、供僧啊，这最明显的。供法了，不知道怎么供法啊，不晓得怎么供养法啊。大哥，供养法现在呢，我们印一点经书送给人啊，做一些这个光碟啊，在这儿发宝啊，都做这些事情。那么这个是要跟佛在经上所讲的啊，大乘教里面所讲的，也是对的，不能说不对啊。这个供养啊，等级不相同啊，那我们的方向目标还算正确啊，等级不相同的，这个功德大小不一样啊。那么要依照佛说了，这功德里头还有真的有假的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介入啊，天台宗的啊所说的这三种供养啊，发心要发得大，要跟佛菩萨一样啊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念念不忘啊，正法九住啊，正法九住要靠谁呢？不能靠别人啊。我们如果靠别人，你决定会失望。要靠自己，自己要真正发心啊，发什么心呢？菩提心呢？菩提心落实在大慈大悲啊，我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把菩提心说成十个字，我要发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，很抽象 啊怎么落实呢？怎么表现出来呢？慈悲就是表现，慈悲就是爱心啊。啊，与前面八个字相应，就是菩提心；不相应呢？不相应不是菩提心啊，那个慈悲心是世间人的慈悲啊，不是佛家讲的慈悲心啊。慈悲心的时候，慈悲里头一定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啊，慈其无缘的，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啊，无条件的对于一切众生，有根力的，有根钝的啊，就有聪明的，有很愚痴的，我们要平等看待啊。利钝奇观呢，其实真心平等啊，话是教化了，要用平等心呢，啊，悲憨同体，啊，悲是怜悯众生，众生跟我们同体，同一个发身，同一个发心，啊，冤亲不救，你的冤家对头，他本来是佛，你的家亲眷属，他本来也是佛。平等的，那现在都迷了，迷了难得，我们现在有一点觉悟了，要帮助他
不分冤亲。你看看冤亲普救啊，把冤放在第一。我们凡夫不是这样，我们凡夫把亲放在第一。我一定先度我的亲人，冤家债主，哎，以后再说吧。啊，你看菩萨的时候教我们，你要真正悲心现出来，冤最可怜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造作了罪业，他将来堕三途。那做三途的人应该先救啊，这就对了。那我们家亲眷属虽然造业，还没有造那么重的业啊，所以这个是，这个才真正显示出你的悲心，你的慈悲心。那么台家讲供佛，讲供养。供养佛者，直视随顺佛语啊。今顺佛教修学，即是供养佛。这真供养。我们要不要拿香花了、床幡了？像这些家说的，那唱戏的啊，这在道场上需要啊。道场是什么呢？主要是戒引两不信佛的。真正入佛门的知道那个不重要，那是舞台上表演戒引大众啊，种种发挥都是戒引大众的啊。佛法这善巧方便呢，用佛法的时候不宣传呢啊，不劝人学佛啊。怎么说不劝人学佛呢？佛很谦虚，不敢说我很有学问，我了不起，你们要跟我学。这个话佛决定说不出来，你懂了吧？里头最深的意思，我是佛，你也是佛，决定是平等的，我怎么可以做你老师啊？那么他现在迷惑了，迷惑怎么办呢？我们表演啊，我们在那唱偈颂、唱赞，唱赞就赞佛啊，啊，佛怎么怎么好啊，法怎么怎么好啊，哎，让他听，他听了之后受感动，他自己来了，这正确。所以佛用这些方法了，是戒引大众啊，啊，床幡、宝盖这些庄严句，哦，这里很热闹，大家都来了，来看热闹，看热闹，慢慢就懂得了，就来学佛。啊，所以佛不招生呢，是让你自己来，让自己来总得让晓得的好处啊，那就用这些方法。所以说佛弟子就想出这么些方法来表演啊，替老师接引 学生招生啊。老师决定不敢招生啊，招生什么？那你学，那你是做人师啊。真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总是谦虚，他绝对不敢说我什么都不行，我不如别人啊。所以这个要晓得啊，种种设施都是为教化众生的设施啊。所以昨天给诸位溜溜讲一些供养具啊，像香花啊、水果像这个，天王殿四天王、弥勒菩萨，那都是表发的。你懂得之后呢，那都是教学，都是教育。啊，那你做的这么些啊，这些庄严的像啊，啊，这个宫殿呢，就很多人来游览来观光，啊，他观光一定会来问长问短，你就给他介绍，哎，他的佛法就学去了。啊，越学越多，越学越有感受啊。他真就深入了，深入经藏啊，就是戒引大众的啊。我们要懂得善巧方便啊。啊，那真供养呢？真供养就不是在这些了啊，
这些是帮助佛门接引大众啊，这一些长幡宝盖也庄严具的供养，这是经上讲的。那真供养是什么？真供养是学佛啊，这是真供养啊。那像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啊，上上根人那个不谈，哎，像六祖慧能的，真的，我三个老师都告诉我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师，三个人都告诉我，你千万不能学慧能啊，那个学不到的呀。啊，慧能大师之前，中国历史上没出一个，慧能大师以后到现在也没出一个，对，那个学不得的，那个叫顿悟、顿超。方老师举比喻过说，那是一步登天呢、啊，他有那个本事，一步他上去了，那你要上不去，掉下来粉身碎骨啊！啊，因为我在当初接触佛法的时候，有个朋友，我是休假，有一个星期休假。我到外面去游玩的时候，就住在他家里，住了五天。他的书房里头有一本《六祖坛经》，啊，丁福宝的注解，啊，这个本子流通很多，它还是现状的。我看了很有味道，像看小说一样，跟故事一样。五天呢，我居然就把它看完了。啊，所以以后遇到这些老师的时候，他问我你有没有看过，我说我看过六祖坛经，他们这不晓不得啊，这个不可以啊。他说你我们中下根性的人要从建教下手啊，建教人要学教啊，正规的这个学校，哎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慢慢往上提升，像爬楼梯一样，你登上一阶呢，有一阶的受用。他说那是一步登天，啊，决定学不得，啊，学那个你会吃大亏。这个话是实话。没有那种天赋的人，要照坛经那样学的话，不但成不了佛了，他会变成魔。真正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。那么我们今天随顺佛陀，佛怎么教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学，这真的供养佛啊。那么佛对我们的初学是怎么教的，我们敬宗，敬宗学会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一个缘起，里面提出修行五个科目。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啊，这是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，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啊。那么有指导不行啊，啊，决定不能违背敬业三福。第一条，这三条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。我们要随顺佛的话，佛的教教导啊。这四句怎么学法，我们怎样做到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？弟子规也，你们看看弟子规是不是讲的孝亲尊师慈心不杀，太上感应篇呢、啊？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！啊，落实在感应篇呢、啊？
底下那个修十善业，这十善业道经啊，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儒释道这三个根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倡这个儒释道的三个根嘛？啊，世尊只是四句话，有这个根之后啊，你才能入佛门啊，你有这三个根了，那就是佛家所说的善男子善女，你有资格学佛了。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三规五戒，你看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违啊，你才能学三规五戒啊，然后再进步啊，啊，再学菩萨戒啊，出家呢再学沙弥戒啊，学比丘戒，学菩萨戒，慢慢向上提升呢 啊这具足众戒啊，这个前面两条是这个三福前面两条啊，都是扎根教育，到第三条才讲到经教啊，经教是他头一个发菩提心啊，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真发心啊。玄奘大师那做还没有成年呢，十几岁做童子的时候，他求出家了，那是年龄不够啊啊，但是他像那个那时候考试啊，主考官呢，他向主考官讲的时候，人家问他的志趣啊，他答了八个字：袁绍如来净光大法。这主考官就录取他了。绍是什么？集成。袁，我集成释迦牟尼佛啊，现在呢，我要把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发扬光大，这样的抱负啊，啊，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。他一生确确实实没有违背他的本愿啊。为什么要出家？为什么要学佛？就是学佛慧命。弘法利生啊，这个是真正集成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。那个衣钵的形象不重要啊，啊，就好像我们此地讲供养啊，哎，这叫真供养啊。那我们随顺佛陀教诲来修学，这就是供养。那什么是供养法呢？为转烦恼得解脱故，这是供养法啊！你看看啊，我们举例来说，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，也不知道尊敬师长。现在我们学了，知道了啊，知道就得受用啊。啊，就会很快乐啊！啊，跟这个父母尊长，跟兄弟、跟朋友都非常相处得非常和睦。啊，懂得尊敬别人，懂得敬爱别人，懂得关怀别人，懂得照顾别人，懂得帮助别人。以前都不懂，啊，现在懂得了。这就是转烦恼的解脱，这供养法啊，你做到了，你真正得到受用了啊。那么在儒家讲的时候，你看《论语》头一句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你有了个悦，那就是法供养啊，真正是得法了。
啊。那么佛门里面讲的是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，这是真正供养法啊。底下是极尽于众啊，自修六合，这是真正供养僧。你看现在这个过年当中斋僧的这个风气很盛啊，啊，到处都有人提倡啊斋僧啊，这个请出家人吃饭呢，啊，请几百人，请一两千人，哦，规模很大，要斋僧啊，这是佛门讲的斋僧的功德很大啊。那佛给我们讲真正斋僧啊，这个共僧呢，就是现在与所有大众相处，不是叫别人修六合经，自修六合啊。你叫别人修六合经错了，他跟我不合，我跟他合这就对了，这个六合经团体才成就。人人都自修六合，不就通通就合了吗？我叫你修六合，我自己没做到啊，你叫他修六合，你也没做到，结果什么？结果一个都做不到啊。所以佛法的成就啊，跟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话完全相同，反求诸己啊，决定没有责备别人啊。所以我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讲了几句话，会后很多人来问我，他听不懂啊。我怎么说呢？别人错了也是对的，我自己对了也是错的，这个话他们听不懂。为什么别人错了是对的，我自己对了是错的啊？其如佛法的人懂得啊，别人错了也是对的，是他是一念不觉，他本性本善啊，虽然错的时候，你看从哪个角度上就看呢？如果你有智慧看的时候，他没有做错啊。啊，你要看出来之后说，对自己是个正常人，这就是《论语》上讲的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，那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。善人是我的老师，恶人也是我的老师，他哪有错呢？那恶人做错事情让我看到了，我马上想自己，又不想他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？我要有赶紧改，他不是我的老师吗？他不是我的恩人吗？提醒我了。我要没有呢，我也想着下一次不可以犯他这样的过失，所以还是我的老师，他哪有错啊？他没错啊，对的 啊我要说我对了，我对的时候傲慢呢、啊，我错了，我狂妄了，我自大了啊，我自以为是啊，我错了啊。再往深处讲的是我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是错了没有？这佛讲的是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，这是佛门真正修行人啊。所以他的这个功夫啊，确实烦恼年年轻，智慧年年长啊，渐修啊，渐渐逐步逐步啊，他有了进步了啊。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带一切人，这真正供养僧啊，所以自修不求别人，你自己是这样常常做，
逐渐逐渐你就感动这些人啊。我们这里如果是有一两个人真正做，我们相信三年我们这个团体是合伙生团，这个地方出现合伙生团，这个半个地球啊都得福报了。你救的你的功德多大，这个都不知道啊。不要以为的时候我们自己这样做，这样做就是他那个影响力很大。诸佛菩萨护念呢，护法善神呢拥护你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那么这是大意说出来，他说此是真实法啊，这就是讲呢这个供养法了，供养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呢，这叫真实法啊。受用是我你加上去的啊，他原本的这个叫此是真实法，我加了个受用啊，真是为受用啊。未知真实法了，不明供养。这佛说的，你要不知道真实法了，供养只有形式啊，不是佛所讲的真正的供养。真正供养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所以受用是什么呢？用儒家讲的时候，就是不亦乐乎，你得到受用啊，自受用啊。啊，你有这个德行，你有这个修养，有这个学问，自自然然就有很多人仰慕来跟你学啊。来跟你学的人是什么？就是第二句所讲的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那个朋是什么呢？来参学的，来向你学习的。朋是同学啊，你看老师多谦虚啊，啊，老师对学生的时候很谦虚啊，学生对老师是尊敬，称老师，老师自己决定不会称我是你们的老师，不会，我是你们的同学，我是你们的学长啊。真正有学问绝对是啊，李老师从来没有说是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没说过啊，只说是我年岁比你们大一些，我比你们多学几年啊。所以他老人家叫我啊，以谁为老师呢？以他的老师为老师，他的老师是印光大师，他叫我要跟印光大师学。啊，印光大师不在了，啊，印光大师文超在，所以他把文超送给我，啊，叫我依印光大师的文超，啊，学习，做印光大师的学生，啊，他是印光大师学生，那多谦虚啊！啊，写信后面的署名啊，他不是写诗啊，写有生，这个要知道。你得看到有生是他的老师，朋友的有，学生的生，有生是用这个做署名啊。啊，这是老师谦虚啊，啊，不敢为人师啊。他真教你啊，教你谦虚啊，教你一切恭敬啊，这是受用啊。那么第三个，那受用就更显然了啊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啊。你看你有这么大的学问啊，有这么大的这个德行，
怎么样？没人知道啊，自己决定不会宣传的啊，哪有说我自己有道德有学问，这怎么讲得出口呢？这个说出去多难为情呢、啊？啊，那么老师的这个德行要靠谁去宣扬呢？学生，我们接受他教育的人，知道这个老师有道德有学问，啊，真正是个好老师，又愿意教，又懂得教学的方法，啊，我们要替别人介绍，看到有很好好学的人，我们会推荐介绍。啊，那我在这个老师会下，我曾经介绍两个人，啊，第一个是出家人，慧仁法师，业障重，啊，在那里学了10个月，没办法了，离开。第二个是徐显明居士，要学成功了。啊，我们做学生的人要介绍啊，哎，他自己是决定不会干的。那像现在这样要竞选啊，至于是我怎么怎么好，你要选我投我一票，怎么也说不出口啊。所以民主时代有德行有道德的人说他绝对不会出去啊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这是他很难为情啊，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啊。他只有人家请他出来，像这个诸葛亮三顾茅庐啊才肯出来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哪有自己要出来要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底下的时候，真正是人才很难得，非常不容易啊。所以从前也没法子问我，我赞成君主，我不赞成民主啊。君主是真有人才，皇帝访贤呢，他求贤，人家在求他才能出来啊，啊，哪有是一叫就出来的？没这个道理。好，这个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